好，中间再看一下哈。慢慢的再偏到右边一点点，右边一点点，右边一点点，对，有挥手到右边哈，挥挥挥挥右边边。好，眼神再慢慢回到中间。好，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挥手的姿势吗？挥手，对，耶、俏皮的感觉。来，第二组是俏皮感，好卡哇伊。再来一个，我要吓死你的鬼板，吓死你不偿命。OK， 姚元浩哥还是非常的帅啊。往左边一样哦，我们从左手边开始看起好吗？视线我们要从左手边开始。好，八二九呢，我们这个地友分局将在全台湾上映，由我们的新锐导演王鼎明导演领军，带领着邱泽、凤哥、真玲还有丽儿跟燕燕姐一起主演了这一部暑假的压轴大戏《第九分局》。地上办不了的案就交给第九分局来办案，当中呢有灵异、有惊悚、有悬疑，但是却又是温馨赚人热泪。到底是怎么样的一部戏呢？希望大家可以进戏院中慢慢的来欣赏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中间。好，我们给大家一个可爱的挥手的表情，挥手，卡哇伊，挥手一下，欢迎大家来看哦。对，慈祥的表情，没错，谢谢碰哥，好慈祥哦。哦，赞了，我们局长给笑得好可爱。好，给大家一个鬼的表情，鬼的，鬼的，请大家看一下碰哥的表情，就是像那样子，没有错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王军大哥有认真哦。OK OK， 鬼的表情，谢谢。最后我们来一张大合照好吗？我们邀请我们的所有演员，正经的正经的。好，左边左边开始。左边左边。谢谢大家一个，你不来第九分局，不来看第九分局，我就把你带到第九分局的脸。地上办不了的案，地下交给地下的我来办。中间，中间好 ，in the middle side， 看看中间，啊，右边 B one， 右边 B one， 右边 B one， 好，我们一样了。第二个，我们给大家一个可爱的表情。暑假到了要干嘛？要看电影 ，Go to movie theater to see the movie，Yahoo！I love see the movie，especially 王鼎明导演导演的。好，中间来看一下，中间，好，再回左边一下，左边一下，左边，我推。看王导演的电影，好，九九九，第九分局，左边，好，左边，左边，出一个第九分局的球，也可以让那个球很像是一把杠，一把枪的感觉，好不好？因为你是警长、跟警探、跟探员，我们要把这个凶手抓出来。右边凶手只有一个，我们把他抓出来。再看一下右边，好，最后一个一样喽，全体给大家一个鬼的表情。射出演碰狗真的是表现得太好了，可圈可点，没有化鬼妆就是本妆出演。OK， 好的，谢谢大家。左边左边左边，请现场的所有工作人员请小心，盯着邱泽的眼睛，你会进入邱泽的漩涡。左边左边，超过三秒你就进入他的内心，盯超过五秒你就以为你是他的人了。也在这边温馨提醒大家，进戏院看到第一幕会看到邱泽好看的风景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邱泽左边，左边。好，在剧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邱泽有很多动作戏嘛。好，谢谢。还有很多亲情戏。右边 ，OK， 谢谢邱泽。我们美丽的小公主一人长大了。最近参与非常多的电影啊、电视剧的演出，表现也都非常亮眼。那这部戏呢，在里面有一个非常精湛的演出，成熟、
知性。左边。光说不练假把戏。第二，左边，左边。好，左边。左边。OK, your left hand side. 好，右边再高。OK, your right hand side. 裙子可以撩一下，这样转转这样。对，对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嗯，这样刚好一转身，全部的人都可以看到哦。转，眼神慢慢从左边到右边。对，转，放电。好，谢谢一儿。好，那我们也从左边开始。左边，在这边大家很郑重的希望大家去电影院看，因为其实在里面看到完全不一样的温之礼。嗯，很特别。其实看过了，想问你本身酒量是这样好的吗？过得去啊。而且他还可以一边回答我，一边保持看他的笑容。左边，左边。右边再升。好，右边再升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哪边需要补拍？右边。OK。好，谢谢，谢谢真灵。里面有很多精彩的对戏。今天也才招两个人，他们来左边，左边，要小心安全距离。谢谢最可爱的碰果啦，来丢碰果，我劝你还是有一些好看的照片。我给你也不会啦，不要紧哦，哦，好哦，好哦。